来，给我把个脉。哎呀，是喜脉啊。什么？男孩还是女孩？男孩。是吗？中国上海嘛，这次选的衣服也就是要比较突出我们是来自上海的嘛。我们除了用我们不怎么好听的音乐吸引人之外呢，我们还有不怎么优美的舞蹈，最最关键的是还有我的盛世美颜。我们就是一种滑稽戏说唱，滑稽说唱，上海滑稽戏说唱，你懂不懂啊？就是，就不光滑稽，就是颜值封顶，盛世美颜，滑稽说唱，滑稽说唱。要说这创作灵感哪里的话，等灵感自己找上门。灵感在哪里？来了，老爹！十三的指引花，灵感来吧！来了，老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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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错，就是我们来自上海 Vital 厂牌的说唱组合，西麦男孩。